谢咱啊，Boston 台语教会，予我今日有机会徛伫遮。我今日来遮是有两个徛伫两个立场个。第一是我算美国归正教会个一个传教士，啊，即马是来美国归正教会安尼报告台湾伫台湾咧做个代志，所以我徛伫迄个立场。都是另外一个嘛，是可能较重要个，今日。我是台南新学院的教员啦，我嘛是今日来代表台南新学院做这项事务咧。伫台湾的教会每一个月有一款的物件放伫旧报哈，所以恁，我讲爱刷屏阿袂啊，阿你还免刷屏去刷，好啊，你哈省时间啦。阮报莫夏林、莫夏林嘛，你哈，甲我头一届去台湾是40年前。迄个时阵，阮少年啊，你哈，拄拄大学毕业啊，以前无熟识伫台湾遐熟识啊，所以阮有人写甲人借话甲讲啊，我用台湾做我的媒人啊。迄个时阵，伊去遐到遐要做两个月的地级宣教，我要做一冬的哈，所以迄个时阵就熟识啊。啊，后来就去倒来遮读书啊，做这个，才结婚啊，当34年前啊。登去台湾啦，对迄个时阵到即马，拢一直住伫遐咧哈。我两个囡仔，台湾高雄出世大汉的台湾囡仔，正港的台湾囡仔，安尼，因两个已经大汉独立，是咪？台湾出世，所以伊心内最重要的是爱独立嘛。当然，伊大汉独立来到这边，即马住西卡个遐咧啊。大汉的6月诶，芝加哥大学博士诶，摕博士学位啊，就会搬去 Colorado 遐做一个中国文学的教授啊，伫 Colorado 大学。细汉的，即卖伫迄个西北大学上迄、那个化学博士诶学诶课安尼啊。我太太伫台湾，大部分是伫大学教课啊，即卖最近是在伊伫。伫中央大学个尔，长荣大学啊，我捌出过几项书个尔。开始是大专主讲啦，后来去伫地方教会服务，台语教会服务个尔，就煞去教会广播社做编辑者哈。最近12年，我伫台南新学院，所以我今仔提出个是因为最近12年。就是我无爱了恁个时间，搁来介绍家己个尔。嘛是因为恁对台湾认识，我免了恁的时间介绍台湾啦。第三，因为台南新学院现任的院长是咱遮教会的好的朋友啊，是我也唔免介绍台南新学院。我用存什么？圣经，存圣经啊！咱来看今仔经文啊，今仔经文看遐为着咱有什么好处？伊开始好亲像我今仔开始的做自我介绍。伫迄个以赛亚书第43章16节，先知写上帝自我介绍，上帝讲，伊是伫大海中开路，伫大水中开路啊。甲伊何车马便箭勇兵的人拢出来啊。因做一个倒落去，爬阁起来，伊爬无啊。亲像失去的火。伫遮个即两句话，上帝主我介绍，甲讲伊是啥物款的，面对以色列人所惊的代志安尼哈，就甲因讲，毋免惊。以色列人伫迄个旧约下，真出名几项事，除了航海以外，你若会记得旧约的故事，拢无啥物以色列人去航海的故事啊。伊真惊水，拄着海，亲像红海，啊，就是就迄个约拿书的迄个故事啊咧，拄着海，海是危险的啊，莫来。啊是，若是有人航海，因啊，阮有够侪钱，请外国人替咱来做。所罗门去献的迄个材料是对黎巴嫩来啊，啊那对海路来，啥物人替啊？哦，是黎巴嫩啊。所以我嘛是派人去做买卖安尼哈，趁钱伫外国安尼哈，那是
那是用海，你嘛是吃不好啦。以色列人拢无航海，真惊海啊！过来，而且上帝甲介绍啊，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因咧惊的事安尼哈，因为以色列人安尼哈，去战争啊，大部分战输。大部分战输，除了大笔王做王以外，其他的去战争拢输啊。所以，而且上帝讲，伊要予车、予马、予边疆、予勇兵的人安尼哈。哎呦，去看一下，因若讲，哎呦，我们国家要战争啊，一定会输啊，较无可能的赢啊。所以，因咧惊迄个，伫即款的所在，即款的世界。那是即句话，甲讲伫台湾安尼哈，伊甲台湾人甲讲，上帝也会恁所行的事安尼啊，上帝较大个啊，所以我爱甲你问啊，台湾人行啥物？行啥物？我啊，好好慢慢来讲。第一个，因为我大专时间个嘛是伫即马最近五年，嘛伫即个啊。真理大学的南部的伫台南的华道啊，校区教课嘛，所以我和学生最近较有关系。台湾的学生惊考试，惊考试。哎，台湾人啊，哦，对古早惊考试，对不对？哦，又要来考试，要惊啊！人也咧惊失去民主安尼。我第一年伫台湾，1976年是清秀，今年伫美国。选总统，40年前选总统，有迄个做总统的爱连任嘛？你哈，去出来选袂着。有一个我台湾的朋友甲我讲：“哎呦，都见笑啊！总统爱连任啊，袂当连任啊，输啊！啊，都见笑！伫台湾拢无发生即款的代志，即个人做总统，伊做到死安尼啊！”我做见笑啊！你的总统，你无尊重你的总统啊！阮遮较有尊重阮的啊，可以连任啊！几年后，这是20几年前啊，我伫高雄的一个较大间教会的女选请我来带因查经啊，所以我讲安尼好啊，要来开啊迄个画图查经班啊，画图查经班安那。哦，你慢慢很炫耀，看这个后来画安尼，后来好人看。迄、那个鲁选的团长，就是迄个大殿教会的大位牧师的牧师娘安尼，跟我讲，卖期待伤多啊，因为遮的人哈，你叫因画图啊，可能因拢无要画图啊。为什么呀？伊惊好人笑。台湾人真惊失去民主。现在的台湾啊，人叫阿强啊，1500个几大，真惊啊！有的人真惊，有的人讲免惊，迄是伫遐，为着要保护阮对遐美国、日本遐的破败的国家，迄是保护阮，总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伫心底知影，迄是爱惊的啊。而且上帝话甲台湾人讲，你所惊的代志。唔免惊，我比遐个较大，比阿强啊，台湾隔壁大帝国个啊，1500个规大，我较大。事实，恁伫即个地区较知影人有咧惊啥物，可能是，哎呦。后一阵，美国总统会甲所有的外国人甲赶出去，伊免怕嘞。有可能惊迄个，有可能会惊，哎呦，因为美国社会阶层呢，就差足多啊，所以有迄个问题啊出来啊。我唔知你咧惊什么，总是上帝甲你甲我讲，你所惊的，我比迄个。上帝甲讲，恁唔通纪念前的事啊！今日看即则了，你哈，可能感觉真奇怪，因为即个伫内底写，
台南新海伊纪念日。上帝甲讲，你唔通纪念这个事啊！哎呦，我做这甲迄个看这个圣经，敢有矛盾啊？有冲突无啊？有一项我对两个台南新海伊的遗留捌学过啊。第一是对以前的遗留，黄伯克牧师啊，黄伯克牧师是本土神学、西方神学。伊甲讲，迄、那个本土神学的问题，不一定是台湾，都是伫世界几哪个所在本土神学，拢看以前的代志啊，拢看以前。阮爱亲像以前的教会，咱唔通亲像现代，咱爱亲像以前安尼啊。伊讲安尼，迄款的神学无一个未来啊，啊，真浅安尼啊。现今的遗留，恁的朋友，咱的朋友王宗耀牧师安尼啊，伊嘛是尊重过去开拓台南新海伊的白吉的牧师啊，佮展开台南新海伊的迄个黄忠辉牧师，真有尊重，总是伊家己嘛是看新海伊的未来最重要。上帝要做甚物？佮进步第十九章，好。开始的时阵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节，甲讲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伊是超过咱所见的时阵啦。即、這个上帝才甲咱讲，上帝咧做甚物？伊咧做新事。无讲伊将来要做新事，伊讲我伊即马咧做新事啊！上帝即马所咧做诶，是大地发现的啊！啊，毋是秘密的代志，是干那你目睭爱开一下就看会到。我一个朋友啊，台湾的牧师啊，已经退休啊。伊退休，伊住美国几十年啊，退休转去台湾咧。伊住伫台南地区遐安尼啦，有人写来信来伊啊。一两年前，我拄着伊伫扎德以后。伊个面红红啊，表现足生气啊！什么代志？伊讲，前下迄个徛伫讲台的迄个师傅，伊拢头到尾拢讲国语啊！暗通安尼才是台南新海，台南新海是只会使讲台语的所在。50年前，我伫遮读册，国语安尼吼，哦，袂使讲啊。所以照伊来讲啊，古早的嘛是爱现在。上帝以前做的事是今麦要搁爱做的，无讲上帝做新事安尼啊，就是上帝伫台南新海伊在做新事安尼啊。因为迄只聚会，迄个学生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是关注伊啦。伊若要保护伊的母语，伊就要用台湾话，还是普通话啊，还是阿弥陀佛礼拜。哎呦！两三个人以外，拢无人听有啊。所以用国语是为了要互人做伙来礼拜，互上帝得着耳朵，互人来了解，这个是新的书，为了迄个牧师啊，那是新的书，上帝唔通啊。总是上帝在做新的书啊。咱敢爱开目睭，才快的。讲一个个人的故事。我家己的外公是移民来美国，8岁移民来美国，125年前啊，8岁移民来美国，后来住伫一个社区一个所在在做事啊，底下大部分的人是荷兰人，白少荷兰人，讲荷兰话啊。到阮妈妈出世的时阵啊，因家庭已经是一半荷兰话，一半英语，安尼一半一半。伊嘛是决定家长甲决定为着我的囡仔的将来，阮所爱参加的教会，啊，因是伫美国规种教会，就是因的教会叫做地方教会，无叫做伊妈维利教会，伊叫做美国的美国规种教会，意思是英语的，无用荷兰话安尼啊。同款，阮舅人是退休的牧师啊，伊伫60年代所牧的话。也是迄个关内人移民来讲荷兰话的教会，都是伫20年代已经教会煞来讲英语的，伊伫60年代、70年代伫遐牧会啊，阮丈人袂晓荷兰话啊，伊伫遐牧会啊，教会有咧改变，
这是新的书啊，你哈，真有可怜咱家教会，有这个现象，对不对？爱几个爱耍，孤独的人，伫以色列朋友他也知影旷野是啥物，伊也知影沙漠是啥物，旷野是无路的所在，沙漠是。无水的所在，无江河的所在，都是上帝伫遮讲啊咧。我要伫旷野开路，我要伫沙漠开江河啊。即句话甲因讲的是，原来甲因讲的是，上帝所咧做的代志是你袂期待的，我袂期待。上帝咧做啥物啊？我无法度期待上帝要做啥物啊？原来是上帝要做的。啥物人得救你啊？上帝做新事啊！有人得到利益，不是上帝。我做新书为着家己的利益啊，无。上帝做新书是为着人的利益啊。有一个目标，伫上帝面对人，无论是伫圣经内底的历史，还是伫教会两千年的历史，上帝面对人哈，是何人得到利益啊？未少人开始讲啊，哎呦，我对上帝得到利益，我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好啊。都是咱遮有看的哈，上帝伫旷野开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，所欲得到的利益，唔那敢那是上帝所拣选的啦。你讲山里的走兽，欲尊重我，哎呦，动物啊，山狗甲大鸟，因为我予旷野有水，予沙漠有河。通予我的百姓，我所敬的恁啊，所以上帝做予伊的百姓来得到利益，就是这个家的人也得到利益啊。伫台湾啊，那是伫台湾人亲切，有人讲啊，阮这阵人是上帝所拣选的，阮这阵人是应该爱伫天元啊，恁拢爱伫楼下，爱伫下骹。那是台湾的政治，对不对？我是一定爱伫遐，你一定爱伫遐。所以看最近，咱来讲六七礼拜前个咧哈，台湾的疫情换咧，煞有不少人欢喜。我甲你讲，我的朋友非常非常欢喜，我的朋友会。亲像我的也是热切的，总是对我来讲，上帝佫较重要，佫较予我欢喜的是，这个来这边，后来佫刷这边，后来佫刷这边，有可能将来会佫刷那边，意思是台湾已经民主化，那是予我非常欢喜的，台湾民主化，将家己的一群人当作上帝的拣选的有负面的一部分啦。在我们这里美国，在那个我属的美国几千教会，就像我们这教会，在台湾我很欢喜地说我是算台湾基督教教会的牧师，都是有一次我没啥欢喜地说，什么人让我不欢喜，就是台湾基督教教会的牧师。1997我奉牧那年，后来也是我那个时候在电教会无会啊！伫高雄有一个大个活动哈，超教派活动，要做伙过暝祈祷会安尼，伫运动营安尼啊，运动营遐迄个开学迄个礼拜也是要收圣餐，所以安尼迄个是拜六，所以拜三即个牧师拢组织安尼啊，为着要小可训练啊。遐个做头个迄个牧师啊，是基督教会牧师，所以讲阮收圣餐，因为阮大部分的是基督教会，所以爱用基督教会的礼仪啊。因为伫全世界，若是即款的活动，大多数的人决定个咧哈。哎呦，啥物人？哎呦，圣餐是予教会分咧咧，所以爱伫迄个超教会爱做边讲关系，迄个你安那带圣餐啊？伊讲伊无边讲，伊讲哦，我基督教会较侪啊，所以恁爱做我的。我感觉都正常，因为唔是安尼，
迄、那个牧师讲迄句话，人是唔对，伊唔知，是讲偏差。总是迄暗，人自尽，祈祷敬拜主，做位受献，才能人得个利益啊。因为做这教会也上帝话，恁是移民来这边啊，还是伫这边出世大汉的，来台湾人啊咧哈？有可能在 Boston 几哪个所在，就是礼拜是伫遮组织办的啊，安尼是袂歹。用这个礼拜堂有另外一个好处，神学院内底礼拜是有礼拜。安那，神学院内底有礼拜堂，所以礼拜是一定有礼拜，无学生拢伫外口咧实习嘛。台南神学院嘛是安尼，礼拜是礼拜堂扛扛啊。所以神学院有咧礼拜，结果是安那，上帝得着学了。第21章写讲，当阮学习，阿免惊，当阮学习，要安那。看上帝得做的心思啊！当阮学习，知影咱得到利益，也是别人得到利益的。结果是啥物？上帝得到儿乐。伫台湾，上帝得到儿乐用足济无共款的音乐，传统用一个1964年的圣诗安尼啊，对迄个北边的圣诗嘛是对这个出来，总是。起码是嘞，咱今仔日用的，这是6年前出版，这个一半是迄个欧美的音乐，是这个，有一半，搁有1/4是世界音乐，对，就像咱去祖上帝家唱，哎呦，那是对迄个中南美的 Jamaica， 遐啦，遐安尼啦。搁非洲、印度迄款嘞，搁有1/4是台湾本土的音乐啊！这个台湾本土的音乐真能受名，这个1/4啦。上帝得着儿乐是用足侪无共款的音乐。伊咱叫 Boston， 这个所在经过足侪无共款的基建啊。原来是遮在地人原住民的话啊，后来500年前人对英国移民来遮，开始讲啊，遮是讲英语的所在啊。好啊，因伫遮200几年安尼啊，遮有足侪人对爱尔兰移民来遮安尼啊，后来意大利人移民来遮安尼啊，即马是对台湾、对中南美洲安尼、对巴西来安尼啊，对足侪国家也是对美国，比较东南部安尼啊，移民来遮安尼啊，基建改变，教会方式改变，文化改变，上帝咧做新事啊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利益。所以我搁转来到这个，遮也免出边，啊，讲台南新学院发现足侪新事啊，伫以前无望的所在，即马有望啊。以前无路的所在，即马有路啊！以前无教过的课，即马有咧教。嘛是，即个可能即个代表的上重要的是，新买来的图书馆已经计划好啊，蓝图已经画好安尼啊，后画已经拍妥安尼啊，是还袂开始去啊。所以，即个是为着。恁参与伫迄个上帝咧做诶心思啊，是用这啊。咱爱伫上帝欢喜，因为伊伫大海中开路，伫旷野开路做道路，伫山河做工。亚伯，咱所惊诶，咱所思诶，伫做心思啊，伫遮。家总是上重要，伫你我面前，我爸囝献出的命，阿妹，咱三家人。